学习导读《论语为政》第二。子曰：“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首而众星拱之。”子曰：“诗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思无也。”子曰：“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。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”子曰：“吾十又吾而志于邪？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顺，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。”孟懿子问相。子曰：“吾为。”樊迟欲子告之曰：“孟孙问孝于我，我对曰无为。”樊迟曰：“何谓也？”子曰：“生视之以礼，死葬之以礼，祭之以礼。”孟武伯问孝。子曰：“父母为其疾之忧。”子由问相。子曰：“今之孝者，是谓能养。至于犬马，皆能有养，不敬何以别乎？”子夏问相。子曰：“色难，有事弟子服其劳，有九事先生传，成事以为孝乎？”子曰：“吾以回言终日，不为如鱼，退而省其思，亦足以发回也不愚。”子曰：“视其所以，观其所由，察其所安，人焉说哉？人焉说哉？”子曰：“温故而知新，可以为师矣。”子曰：“君子不器。”子贡问君子。子曰：“先行其言，而后从之。”子曰：“君子周而不闭，小人闭而不作。”子曰：“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”子曰：“公乎异端，斯害也已。”子曰：“犹会如知之乎？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”子张学甘露。子曰：“多闻缺仪，慎言其余，则寡尤。多闻缺殆，多见缺殆，慎行其余，则寡悔。言寡尤，行寡悔，禄在其中矣。”哀公问曰：“何为则民服？”孔子对曰：“举直错诸枉，则民服；举枉错诸直，则民不服。”季康子问：“使民尽忠以劝，如之何？”子曰：“临之以庄则敬，孝慈则忠，举善而教，不能则劝。”后谓孔子曰：“子奚不为政？”子曰：“叔言，孝乎为孝？友于兄弟，师于友政。是亦为政，奚其为政？”子曰：“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大车无泥，小车无辙，其何以行之哉？”子张问：“十事可知也。”子曰：“因因于下礼，所损亦可知也。周因宜因礼，
所损亦可知也。其后继周者，虽百世可知也。子曰：非其鬼而祭之，惨也；见义不为，无勇也。弥勒救苦。为《论语为政》第二。子曰：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首而众星拱之。子曰：斯三伯一言以蔽之，曰斯无也。子曰：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明勉而无耻。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子曰：无时又无而至于邪？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顺，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。孟懿子问象。子曰：吾为樊迟玉。子告之曰：孟孙问孝于我，我对曰：无为。樊迟曰：何谓也？子曰：生视之以礼，死葬之以礼，祭之以礼。孟武伯问孝。子曰：父母为其疾之忧。子游问孝。子曰：今之孝者，是谓能养。至于犬马，皆能有养，不敬何以白乎？子夏问孝。子曰：色难。有事，弟子服其劳。有九事，先生传，曾是以为孝乎？子曰：吾以回言终日，不为如鱼。退而省其思，亦足以发，为也不愚。子曰：视其所宜，观其所由，察其所安。人焉收哉？人焉收哉？子曰：温故而知新，可以为师矣。子曰：君子不器。子贡问君子。子曰：先行其言，而后从之。子曰：君子周而不避，小人避而不捉。子曰：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子曰：功乎异端，斯害也已。子曰：犹会如知之乎？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子张学甘露。子曰：多闻缺仪，慎言其余，则寡尤；多见缺殆，慎行其余，则寡悔。言寡尤，行寡悔，路在其中矣。哀公问曰：何为则民服？孔子对曰：举直错诸枉，则民服；举枉错诸直，则民不服。季康子问：使民尽忠以劝，如之何？子曰：临之以庄则敬，孝慈则忠，举善而教，不能则劝。后谓孔子曰：子奚不为政？子曰：书云，孝乎为孝，友于兄弟，师于友政。是亦为政，奚其为政？子曰：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
大车无泥，小车无月，其何以行之哉？子张问，时事可知也。子曰，因因于下礼，所损亦可知也。周因于阴礼，所损亦可知也。其后继遮者，虽百世可知也。子曰，非其鬼而继之，惨也。见义不为，无勇也。公受弥勒救苦真经，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士不非轻，宁保其庐灵山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梭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连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开，哦，云雷震开悟疾苦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连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梭元显化在古东，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混元古册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是的西来白羊子，香耳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闲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练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朵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貌似灵童查得清，三观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九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清点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锦领三十六员将，五百灵官紧随跟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，北方真武为将帅，心脸弘法显神通，扯起罩旗遮日月，头顶升楼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八救元人香儿女，普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，吾皇敕令即下生，说府蓝言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两遍得超生，持念三遍神鬼怕，王娘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十叩，在叩三叩四叩五叩六叩七叩八叩九叩十叩首，爱祥祈福诵经回向文，弟子姓氏姓名请各报自己姓名，弟子赵朝林，姓女洪诗婷，月
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功转成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恳叩请辞，弥勒祖师，南海古佛，济公活佛，月慧菩萨，慈悲做主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。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誓守至道，圣持昭格采纳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感谢天恩师德，感谢各位点传师、各位灵任、各位组长、各位前贤大德，谢谢大家，晚安。谢谢立明讲师为我们导读，也谢谢各位点传师、各位灵任、各位前贤们一起诵经回向哦。晚安，感恩，感恩前贤慈悲，感恩讲师慈悲。晚安。哦，很优秀的前贤，晚安哦。感恩哦，父前人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，各位点传师，各位灵任，各位护灵任，各位组长，各位坛主，各位讲师，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。前贤们，大家晚安。林天进前贤晚安，前贤们晚安。